感谢你再次的收看台湾十架电视台保罗有约，我再次诚恳的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合一宣教，并且尊荣宣教士。我们今天邀请的 特别的贵宾是来自于台北基督学院吴宗宏校长。我们首先代表观众来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谢谢，谢谢张牧师的邀请，让我有那个机会来到我们台北桃园这边的台湾十架电视台。我叫做吴宗宏，谢谢。对，我们想请问一下吴宗宏吴校长你现在可不可以简单的继续更详细一点的来介绍你自己，来让观众朋友更加的认识你。好，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吴宗宏，目前是在台北基督学院担任校长的工作。那在之前我是服务于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永续观光暨油气管理硕士学位学程的教授，在今年的2月1号来到我们台北基督学院这边担任校长，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我们知道吴校长你的生命很精彩，但是我想问吴校长你为什么会选择要到台北基督学院担任校长一职？我想这个是神的呼召啦齁。我想这个因为我对台北基督学院这个学校完全不认识，董事会的成员我也都不认识，然后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一个认识，但是神就是那么奇妙。那在去年的大概暑假期间，分别有三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然后跟我说台北基督学院有要征聘校长，你有没有兴趣去这个申请？那第一个跟我讲，我大概就听听了。第二个人又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那当第三个人，而且第三个人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很慎重来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意思。所以我禁食祷告了3天，就是为了想要寻求神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一些旨意这样。那后来这个祷告完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平安，那我就把我的这个申请表就寄出去了这样子。那寄出去了之后后来我才听说董事会因为都不认识我，所以他们也都到处去打听。那打听打听之后，后来问到了一个长辈这个长辈刚好跟我很熟识，我们都在台中的一个合唱团里面在一起这个唱歌。那这个前任的董事长问了他认不认识我他说刚好认识，他是我们这个合唱团的团员，而且我们一起在这个大专的这个基督教这些学生的事工上我们一起服侍了很久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董事会他们就常务董事们就专程到台中来跟我见面认识我这样子，然后也邀请我的夫人一起来参加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这个通过嘛，然后就请我来这边担任校长这样子。对，我听说校长你既然都当校长，可是你曾经跟大家讲说你也不会读书为什么不会读书又能够当校长这个要讲我想都是上帝的恩典了，因为我觉得我是出生在高雄一个这个社区里面这个社区都是住的是老师，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国小的老师。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里面，我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老师的小孩嘛，所以通常有很多的约束有很多的规定。那当然这个我们家都是基督徒，那所以从小父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教会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到我有挫折感的时候是在我国中毕业在考高中的时候，那我就没考上，有考上但是考到最后一个志愿这样子。那我就很不甘愿我就想说那我要考私校私校又没考上，那最后我只好去读这个最后那个志愿这样子。那3年之后考大学的时候就没考上嘛，大学没考上的时候我就到补习班补了1年之后再考第2年又没考上。那
没考上的时候，我们家人就说，那你就再去补习啊。所以我又去补了第二年这样子。我心里面想，这下子应该可以至少上个私立的学校这样子。然后当我放榜的时候，我第三次又没考上，我开始怀疑上帝为什么都没有帮助我。好，我从小这么乖，都去教会，那神怎么没有帮助我？那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后来这个没有路走啦，我后来就去读了三专，我考上了三专。那三专的这个这一路上，我发现神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我。那我三年里面就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所以这个三专的这三年让我在信仰当中里面慢慢的去扎根。好，那这个扎根的过程里面也让我的生命开始有转变。我慢慢的在一些的比赛，一些对外代表学校去参加的一些活动，我慢慢去找回到自信心。好，然后我也开始从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很吸引我，我发现我开始会读书。好，所以这个读书的过程，毕了业之后，我当完兵，我就很顺利的去到美国去念书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念的是三专，所以美国的大学这个说你是三专，你也必须要补修大学的学分。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补修了24个学分，然后他们才同意我去念硕士。那这个补修的时间再加上我念硕士的时间，神很奇妙，我1年9个月就毕业了。然后在毕业的这个时候，我也取得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的这个入学申请这样子。所以在这一路上，从一个大学联考考了三次都考不上的人，那后来我到美国去继续念完博士，回到台湾来，然后这个从这个助理教授开始慢慢升等，我是中华民国第一届的助理教授。所以那时候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埋怨了，什么刚刚好从我这一届开始这样。不过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很奇妙，就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的，我就升到了教授。升到了教授之后，我也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所。所以这一路走来，上帝让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如今我现在成为一个校长。那当然这个要讲这个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了，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这一切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子。我相信院长你的经历应该是，我相信会对观众朋友很有帮助。可不可以请你说明你是如何靠着信仰走出低谷这个信仰带给你什么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们这个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人，我想往往对于基督教或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来讲，他没有办法会有很深刻的这种感受，除非你在你的生命的历程当中里面，你遭遇到了困难，你遭遇到了一些挫折，甚至你遭遇到了一些你过不去的难关，你开始会怀疑，甚至怀疑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当我们突破了那个困境，当我们借着神的恩典，你胜过了那一切的挑战，你才会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个祷告是又真又活的，那个神他在垂听你的祷告。不然你听别人讲，哎呀，你碰到困难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可是那个你没有办法产生共鸣啊，因为你自己生命你真正经历到那个透过祷告你得着的那个感受，你如果没有亲身走过，你顶多就是听人家在讲故事而已。那这个这边耳朵听，然后那边就出去了这样子。除非你自己生命亲身去经历。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应该是我在教研究所的这段期间，我告诉我的学生，我说你通常碰到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祷告。好，那当然学生听到的时候就两种反应嘛，第一个哦是哦，好好好，我来找老师这样。另外一种就是说，老师我跟你信的不一样，不用了，好，这样子，好啊，不用了，那就是他的选择，但是我有提供啊。但是这些有来的学生他自己就会感受到了。好，当我跟学生说，你在撰写论文过程当中，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碰到问题，你来，我替你祷告。我们就有一位同学，他真的碰到问题，那我跟他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那这个好，就表示你愿意接受。当你愿意接受，信仰的力量才有办法进入到你的这个身体。所以我记得我那一次帮他祷告的时候，我一祷告，这位同学就哭了。好，因为他哭，所以我也跟着哭，这样子。好，所以那天祷告完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当然那个场面真的有一点尴尬这样子，但是他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过去求学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艰难困苦，我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为什么你都知道？我说这大概就圣灵给我的感动吧，所以 我到底讲了什么话我也不太清楚这样子。但是他说，老师你既然把我过去内心当中深处的那些我的困难我的困苦哦，你都给我讲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当我这样跟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对这个信仰就开始有兴趣，然后他学习去祷告，我教着他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慢慢慢慢的去经历，因着祷告事情得以成就。好，那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当我在跟他分享这个他自己这个生命亲自去经历，在他念研究所这段期间里面，他碰到了许许多的困难，最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好，所以我常常在跟学生分享，我说若你没有心要愿意走这条路，你只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而不是参与者的心态，想愿意来做这些很多的见证，对你来讲他没有办法产生共鸣，甚至对你的生命造成一些影响。那因为我经历了这个，好，这个你知道，我的父母亲在教会在学校里面，在社区里面，那个压力是多么的大这样子。然后这个甚至我的妈妈，在我连续三次都考不上大学，然后她后来跟我分享，她说我礼拜日透早拢早已礼拜堂，跪伫遐咧祈祷，祈祷拢踮遐咧哭安尼。吼，其他的人看到，想讲啊，这个是伫当初是拄到什么代志，可能是被怎么样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别人会有给他很多的这个异样的眼光这样子。但是这一切，如今我问他了，我问我的妈妈，我妈妈说，真的是感谢主，因着这个祷告让他走出来，也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那我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他有讲到，就是说神拣选那个软弱的，要将那个刚强的羞愧，他拣选那个愚拙的，让聪明的羞愧。你知道我看到这句话，哇，我哭得好惨啊。好，就是说他竟然会使用我一个不会读书的人，如今我今天在大学的殿堂里面，我在教学生怎么读书。我曾经也问过神，我说为什么要让我去经历这么一大串的这个道路，圣灵就给我一个意念了，我希望你去帮助那些跟你过去一样的这些学生，当他们人生走不出来的时候，信仰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阿们。
所以院长你这种经历我相信会成为很多的青少年或者一些遭受网络霸凌的人很多的帮助。我也听说校长你也经历过网络霸凌，我想请问一下校长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讲到这个就有一点尴尬了，因为那时候我在研究所当所长的时候，那为了要处理这个所上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因为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开始就收到黑函啊，那就有很多的黑函，然后就有到处去检举啊，教育部检举啊，这个立法院、行政院啊、总统府啊，什么什么，说一大堆都检举，哎，然后有什么科技部啊，就这种很多的检举信函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当我们今天收到这些的时候，那个内心的那种愤怒，内心的那种无助，内心的那种痛苦啊，这个。真的会把一个人去抹杀。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这些被霸凌啊，然后甚至有人自杀啊，甚至有人得到这个忧郁症啊等等这个东西。那我如今回想过来，我发现我那时候也得到忧郁症，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叫做忧郁症，只是我的作神的啦，我的不爱去好好好不想要处理这些事情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早上起床了，啊，过了好久，我还躺在床上，我太太就说：“哎，阿多起床啦，赶快去上班啦。”我说我不想去上班，因为我不想去面对这些事情，不想去面对这些人。那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叫做忧郁症。好，那甚至因为这些处理外面的事情，已经让我有很大的压力。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家里的小孩又不听话，哦，搞到气到要死，你知道吗？所以你有内外的这样子的这种压力在身上这样子，所以那个痛苦哦，不阿都疼透啊，所以我还自残，你知道吗？我用头去撞墙壁，你知道吗？就去撞，这样真的是上帝怜悯我这样子，不弄破那样子。不过在那个过程我怎么走出来的，我觉得很奇妙。有一次在小组教会的小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长老我们几个人手牵手在那边祷告，突然间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哇，我就大哭啊，一个大男人，在那边哭真的是很尴尬，眼泪鼻涕啊，这样哇，一直在那边哭，哭得很惨。这样结束之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长老就抱着我，他说：“吴老师，事情都会过去的，你不用担心。”就在那一刹那，我身上的那些重担突然间就没了。我后来发现，我可以回去面对这些人事物，而且还可以跟他们打招呼。好，以前看到这些人来，我就是不想跟他们见面，我就走了。他从那边来，我一定从这边离开。这样，好，那现在我还可以跟他们见面，这样子哈。甚至其中这个有一个老师，我还为他祷告，这样子哈。我觉得神让我可以放下心中的那个。恨，心中的那个痛苦，甚至心中的愤怒。不过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所以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这些网络的这些霸凌的这个东西偶尔还是会跑出来，还是会激起我的愤怒。不过我都说，主啊，你释放这些人，释放这些事情，你也让我的心能够去坦然接受。突然间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他说：“吴忠宏，你为什么会生气？”那因为我的名字被人家糟蹋，我当然会生气，对不对？然后圣灵就说：“啊，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或是你不认识的人，本来就不认识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认识的人，他骂你，或是不认识的人骂你，
又有什么关系？你本来就不认识啊，对不对？啊，你真正会在意的是那些认识你的人嘛，因为你的名声被破坏啊。然后神就跟我说，啊，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啊，啊，你为什么要生气？啊，不认识你的人在骂你，啊，他就不认识你了嘛，啊，你也不认识他，那你为什么要在意？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刹那，我的心就安稳了，我就放下了。好，所以很多的事情，当我们透过祷告，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这个低谷，我真的是走很多这样子。好，但是我觉得神都用他的方式带领我们去经历啊，这一切。当然这个要讲哇，真的讲不完了这样子。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事实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命定，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我过去这三四十年来的经历，我学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信心，你要有信心，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命定，你相不相信？不相信那我们就不用再讲了。但是你相信的时候，你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信心的时候，接下来你要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神他会用他的计划来塑造你，来磨练你，让你去经历很多的试炼，但是在这个过程你必须要学习顺服，因为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而这个顺服的功课你忍受了，接下来就是要学习第三个功课，等候。因为神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给你那个冠冕啊，那你凭着信心，然后你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要学习等候的功课。当你这三个事情你都做到的时候，我回想我的人生，神就在这个方式一直在磨练我，一直在磨练我。那我现在在学第四个功课，这个三四十年来学了这三个功课，现在第四个功课就是回应啊。好，你要回应神。所以这次能够来到台北基督学院，我想这也是回应神的呼召。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在一个大学担任院长，然后那个大学里面我下面有3000多个学生，然后60个老师，大概4、5个科系这样子。但是我这次要来台北基督学院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声音进入到我脑海里面，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小学校不用去啦，啊，为什么要去这种小学校这样子，哎，你都当过那么大的学校的院长了，你去小学校当这种校长没有意义啦，啊，你如果要服侍神，你在台中就可以服侍神了啦，你不一定要跑到台北啦。那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约伯记啊，这个约伯记里面神跟约伯说，你要到东边的尼尼微城去告诉他们那边的人，叫他们悔改。然后约伯说，我不要啊，这不要。他就一直跑，他就往西边跑，这样子跑跑跑，后来跑到那个鱼的肚子里面。啊，到了鱼的肚子里面啊，他发现了啊，他就开始悔改啊，认罪啊，主啊，我错了，你原谅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一定听你的话。所以神就跟那个鱼说，你就把它吐出去啊。所以他就把它吐出去了，这样他就吐到东边去了，这样。我看到这边我吓一跳，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我去台北，那我就去吧，我不希望你将来又把我吐到台北去。所以我就乖乖的过来，这样。当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就像我们圣经说的，神的恩典呢是够我用的。过去这么多年来，神的恩典都带领我经历这许许多多的挑战
更困难。那我相信我来到这个地方依然依靠神，好，这个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院长讲得非常精彩，我相信对观众朋友一定非常的有帮助。刚刚院长谈到信心嘛，然后顺服，然后 等候对回应，然后现在再回应对。我们也知道院长你现在应该非常的忙碌，我想请问院长，你是如何在工作、家庭、婚姻还有学校取得平衡呢？哇，这个都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只要我现在一时忘记那个圣经怎么讲，意思是说只要你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那你所要做的那些事神都会为你预备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教会的事情服事。那我很感谢我的教会的周牧师，对于我来到台北这个地方担任校长，他非常的支持我这样子，那也常常为我祷告这样。那我当初要来申请的时候，这个学校也规定要有牧师的这个推荐信，所以那时候我特别有去找牧师，因为我很担心这个，因为我们教会长老不够了，太少，那我如果又跑到台北来的话，可能对教会里面的一些这个事工，我怕我会没有办法去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我去找牧师的时候，我心里面事实上是很忐忑不安的这样。结果没想到讲完之后，牧师很就是大力支持这样子啊，让我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这样子。那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就职典礼当天，我们的教会有包了一辆游览车到台北来参加，然后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牧师有找我去，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我刚到教会来的时候，你曾经有跟我说有很多的这些国外来的先知都有为你发预言，然后这些预言你都不懂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了，他就说这就是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突然间恍然大悟，我说哇，这么多的这些曾经来到台湾的这些国外的一些先知、一些牧师发的预言，这样十多年来我都不知道要干嘛要干什么，但是原来是要我来在这边服侍。那最后他要上车之前，他跟我说你就放心去吧，教会的事工会有人帮你分担，好，你不用担心。哇，他那句话讲完我差一点哭出来了，好，就是说牧师看到我内心的这个纠结。所以我都跟我们教会的会友说，我只要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一定会回到教会里面来，好，那毕竟这个教会是从一开始设立我就参与到服事到现在这样子。所以只要我把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做好，神他会过外好好啦，好，我若把上帝的灯做好，我们的事情上帝都会替我们比办。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亲身有感受到，教会我们教会现在正在修缮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修缮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时候要到外面去募款，那当然我学校也要募款，可是教会的募款优先。那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先摆上的时候，学校许许多多的事情神就一一为我们安排。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会到，当你将神国的事放第一位的时候，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神就为你预备。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想跟感触。Amen。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吴校长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底下我们邀请我们
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为吴宗宏校长，也为台北基督学院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后，我们请吴校长啊来做结束祷告。好，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吴宗宏校长献上感恩，他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以至于他们都能够经历你很大的突破，经历你很大的恩典。求上帝也祝福他的服事，祝福他的学校，也祝福他的家庭，也祝福他的工作，也祝福他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与他同在，与他的教会同在，与他的学校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你是垂听祷告的神，主啊，你更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主，你是能够可以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神。主啊，不管我们人生的境遇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子的阻碍，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主啊，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摇动你的双手。主啊，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主啊，当我们面临任何的困境，主啊，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向你呼求，主啊，你必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所有收看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主啊，所有凡事遇到困难的，主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主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当他们透过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主，愿你亲自回应他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这边为这些人摆上我们的代祷，愿主你垂听，也愿主你亲自的来成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阿们。节目即将结束，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收看台湾十架电视台保罗有约。我再一次诚恳地邀请你们一起来关怀、成全、合一宣教。我们下星期再相见，阿门。